三点不行。到五点。国戏你那么嗨干嘛？你要来唱吗？你不敢听。刚还有朋友点太平洋的风，还在吗？有哦。好，我喜欢唱这首。这是吴德夫老师写的歌，然后他前一阵子也碰到那个很糟糕的事情，我一阵子没打电话给他了，也不知道现在后续状况怎么样。就是在游泳池嘛，然后他想要救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说他是就是熊抱他的，他就觉得很生气，然后警察又把消息给了媒体，你很奇怪，警察 PA 机听到这样就对了。后来知道他是吴那个，知道那个看起来那个糟老头是吴德夫，就很麻烦。就像最近很多的通告也都被退掉了，然后很多的活动都被取消掉了，然后可是那个人生大风大浪，什么没见过了，所以。跟他很贵耶。不是你请不起他好吗？你以为你们啊？哦，对哦，那是太值了啊！啊，他什么？因为有那个案子。会打折啊！哦，你这个脑就是吼。你以为人家会觉得很可怜，巴不得接一个通告这样？不会啊，这种时候就越不要出来越好，少就让人们赶快忘记这个事情吧。我觉得是这样，而且胡老师的经纪公司，因为大家都很熟啊，会觉得帮他办都不会啊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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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冲动，因为越描越讲越不清楚。重点是太平洋的风很好听。我唱这个歌，有时候我都忍不住会想掉眼泪，太好听。最早的一件衣裳，最早的一片湖光，最早的一个故乡，最早的一件往事，是太平洋的风，徐徐吹来，吹过所有的决定，我唱赤子花花落地的披风，丝丝悠然的瞬间，吹过了多少人的脸颊，才吹上了我的太平洋的风，一直在吹，最早感觉的是
找母亲的感觉，最早感觉的决心，最早母亲的感觉，最早的一份决心，不问船帆，临近了宁静的港湾，传说着美丽的海峡上，吹上延绵无穷的海岸，吹着你，吹着我，吹向你草原的歌浪，那平安的风一直在吹。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把《太平洋的风》这首歌放进我的专辑里，把它纳为己有。胡老师都觉得我唱得很好，真的。不要那么多计划，因为追不上，你知道吗？让我一直追这些计划，好辛苦。要好好的生活，然后做一个和善的人。我的心愿呢，虽然我们常常要去抗争。然后，可是我的心愿是要好好的做一个和善的人，对人好一点。